今集嘅格鬥 CEO 咧就請運來一位非常之有份量嘅人物喎，咁就係我喺我身邊嘅林偉俊先生。林生你好。好。咁啊，林生你唔好睇佢即係雖然個份量啊，即係個重量級啊，但其實佢身手咧，特別喺做生意嗰個反應啊、營商方面咧，係非常之敏捷喎。特別係轉型添喎，即係聽聞即係你哋打到轉得快，又轉翻轉得快，係嘛？即係。總之係好似打仗咁樣，即係隨時咧，即係個腦啊不停咁轉啦。咁啊，你啊好成功咁轉型咗喎。咁喺廠同而家即係個零售裏邊有咁大嘅即係影響力，其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？冇啊，嚇！簡單講一句，都係照做嘢啫。照做嘢。做工業製造喺過去幾十年裏邊，都係打住個算盤嚟計數。係。競爭咁激烈，咁你想去呃個客？呃不到幾耐嘅，所以都係慣咗計條數，俾個客都督住噶啦，每樣嘢都磨到盡。咁而家做零售，咁喺過程裏面都係啊，我哋即係而家大家錢啊，大家好多噶啦，不過使錢好審慎嘅。咁亦都個個都唔想俾人呃，唔想俾人即係揾笨噶嘛。咁所以我用咗呢個宗旨落去做，咁所以好似可能合適啲啦。大家過去。可能嗰個構想上就係話個方式唔同，我就唔理嗰個產品嘅，我係最緊要理我翻嚟嘅嘢個價值嘅，所以即係咁上下，我賺翻我應有嘅工本錢，呢種態度去做，所以一路揼下揼下揼咗落嚟咁，無辜辜咁啊揼多咁多間。喺呢個轉型嘅過程，其實你發覺其實係咪管理方法方面，或者你定立呢個戰略方面，其實同廠有冇咩唔同啊？同你學功夫有啲唔同嘅，花拳繡腿同真功夫係咪有啲分別？哇！依個比喻真係一擊即中，係嘛？係咯。咁我哋呢啲又真係唔識花拳繡腿，即係要做嘢嘅人，所以我用呢種咁嘅態度嘅。啊，所以作為一個 CEO 啦，即係可以話一個真係成間公司嘅靈魂人物或者主角。咁你喺管理呢班團隊，咁當然嗰班團隊都係即係幫咗阿林生做咗好耐嘢。咁你喺突然間你嘅轉型啊，一定得啦，因為你個人即係反應啊、聲勢又好強。咁對於佢哋其實有冇難度，或者喺個過程裏面點樣？就係因為啲夥計轉得到我先轉到，就唔係我聲勢強啊，而係佢喂我吹雞嘅啫，講得俗啲。咁吹雞人哋肯跟先得㗎，係嘛？即係做大佬，唔係做大佬，即係吹雞，即係做求證嘅啫。即係我做吹雞嘅做求證，我喺公司主要係做一啲。即係平衡工作嘅啫，咁只話我話要做，咁大家都肯做，咁真係啲夥計，當然有好多夥計喺零售開始之後到而家都走咗唔少啊，即係身邊啲好多夥計，因為零售行業真係唔係好合適一啲做工業製造嘅人嘅，係始終第一個時間咧，做廠嘅時間仲困身嘅，其實係，但係咧。面對的是很瑣碎、很零碎的嘢，有很多，一是非又會比較多嘅，即係零售行，即係喺工好多方面都。咁如果做開實業的人咧，真係啲同事都不是個個適應，但我利用了他哋，我真的利用了他哋在初期轉型嗰陣時，嗰種對一種新事物嗰種即係新鮮感，即係有時人的嘢，大家。即係我好多僆仔都係過去啦，過去嘅夥計，而家夥計都係比較年青啲，都係學習型嘅人，大家都想攞多嘅經驗。我就利用佢哋初期嗰一年啊、半載啊、兩年、三年，盡量去啊，個個都想學多啲嘢。咁令到我喺嗰個加入個新嘅行業內嗰陣時，我能夠容易啲去推動。咁其實即係有句説話咧，英雄出少年啊。咁啊，阿林生聽講你真係好細個出嚟已經又係。即係憑住自己雙手啦，咁啊一來即係自己好勤力，又去讀夜校進修，六七十年代係咁噶啦，係啦，把握到好多機會。咁其實嗰陣時係咪因為咁早出嚟呢個社會做事，能夠對你今時今日做嘢係咪有都有少少嘅幫助，或者係一定有幫助。咁喺我嘅年代啦，七十年代後啦，我七零七二年正式落工廠，六九年喺做送外賣，咁係講翻而家都好耐啦。啊，即係幾十年啦，已經係咁。我覺得呢個當絕對好處，絕對好處。但係呢種好處，亦都我真係比較一個幸運啲嘅人。我喺過去打工年代送外賣，我遇到一個好好嘅雲吞麵師傅。咁我夜晚做嘅，咁佢原來我偷雞蛇王，
我嗰時已經偷雞蛇王啊，連遮我懶噶，我一樣好似普通人。好醒目喎，真係。連遮我懶嘅都係，十歲八歲，十歲十一歲嗰陣時。係。喂，日日搣蒜頭。係。講一句。係。哇！搣埋一大盤，我偷雞嗰啲蒜頭咁抌抌抌抌，邊一半就一半。個老闆竟然喺我最後，我記得最後唔做嗰陣時。係。嚇！嗰陣時。搬翻蒜頭。唔係，佢同我先同我講，佢知道。我以為我好醒，日日啲蒜頭彈下彈下彈咗喺啲蒜頭衣裏邊算噶啦嘛。原來佢日日賠咗啲蒜頭俾我，咁俾我知道，最後話俾我聽，佢知道，所以我先發現一樣嘢，原來我係學冇學嘢，淨係學呢啲。難得佢老個老個雲吞麵佬係識得我媽，佢唔打我一餐啫。如果唔係，即係打我一餐。如果唔係，你冇今日啦，係嘛？係啊，所以我自己會好珍惜嘢開始，可以做珍惜嘢，所以好珍惜，好珍惜個機會。咁去到打工嗰時都好，我遇到好好嘅師傅，乜嘢都教我，啲日本人啊，係啊，咁呢個真係乜都教，受教先得㗎，做人啱，即係我而家都好想教人㗎，唔係個個都受你㗎嘛，以為你乜水啊，你真係，你以為老細就得㗎啦。依樣嘢你言之有物，即係受教啊，特別是啲年青人，即係唔係即係受聽肯聽先得㗎，都係。當時我師傅一開始已經同我講，我好奇怪，我好細個啦，嗰時乜都唔識嘅。咁人哋開會，你坐喺度啦，唔俾講嘢，只準聽啊。喂，唔係頭先啲師傅嗌我要望住你咯，係望係望住前邊一碌木咁樣。好有紀律喎啲人。係，咁坐喺度，個耳仔咪諗慢慢聽嘅咯。聽完之後唔準講，隻眼又唔準喐，喺腦度諗咯。咁諗到。以後有時我就明白到一樣嘢，其實好多嘢咧，人哋諗嘅嘢出嚟，我跟佢做，仲要問佢點做，嗰套嘢唔好自己覺得啱唔啱，然後去做，然後做，繼續做，做得好佢，重複去做，做得好好添，但係自己未必認同呢個方法，唔緊要，有機會，你只話你就會諗，如果係你係咁做，喺個腦裏邊用個腦嚟思考，模擬一套。做的方法出嚟，我師傅教我，你聽，聽完個過程之後，其實不斷你可以有你自己嘢，但係唔準講，唔准拎嚟用添。係係得無疑，你個結果會唔會就係而家教你？所以你一定要跟足。所以我學咗一套好特別嘅嘢。係，如果你教你安排我做啲嘢，我照做。之後咧，我不斷去諗嘅，諗好多唔同嘅方法。但係咧。做好多虛擬嘅比較，喺嗰個年代已經係，咁所以我係好中意諗嘢嘅人，好中意去組織嘅人，喺中意即係憑空想像嘅人。但係依個咧其實做好大嘅比較，即係有一份有糧出嘅工作，而從一份工作裏邊不斷去自己去諗好多嘢，所以。變咗我嚇，成日諗埋諗埋都冇謂嘢。係嘛？頭先你講嗰句好啱喎，即係其實人哋俾錢你學嘢，咁啊，即係依一個咁嘅心態咧，即係有時即係啲年輕人咧都應該。唔係㗎，你唔好成日話年輕人唔識啲嘢，年輕人知道嘅。不過今日個價值觀真係有啲唔同，因為有咩唔同咧？今日其實個社會上個機會係唔一樣。係。即係以前我哋係供係一個。咩社會是供應啊，定係一個購買的世界？而家唔係啊嘛，買嗰係選擇性嚟噶嘛，係主導市場啊嘛。係係係。我中意買乜買乜，以前唔係啊，物質上有咩拎出嚟，有把風扇拎出嚟就個搶住去買，因為唔夠物質供應啊嘛。今日個社會上面，年輕人喺依個社會上面，如果佢認為自己仲係任勞任怨嘅任使嘅，咁可能佢係白痴嘅喎。係嘛？其實佢連對自己一個自我信心都唔夠。對自己的存在的位置都不知道的，連自己的身份都話冇嘅。咁你如果你個仔係咁，你會覺得點咧？唔係啊，又唔得噶。今日已經變咗啦。今日咁成個社會唔同咗，真係成個社會。如果用我哋嗰套落翻嚟今日，唔可能嘅事啦。而家已經喺度肯同你坐喺度，大家去對，大家去做，大家去思考，呢啲係等於任勞任怨。咁但係林生咧，即係其實雖然佢經歷咗都幾廿個年代，咁啊喺依個環境咁轉變，佢仍然都係好適應到，咁同埋亦都唔單止佢啦，佢成班團隊咧都係好配合到佢，咁啊即係可以話打依場仗。咁其實嗰個格鬥嗰個精神同練武嗰個精神咧，都係可以話係同出一轍。咁啊，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同阿林生訪問一下，究竟點樣去打依場仗，點樣去保持依個格鬥依個戰意高昂。
心痒难耐，唔好忍啊！哎，睇你样都知你心得噶啦，哎，跟我嚟啊！寻找专。